と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。先生帅。イエーイ。小叮当来了。小时候最爱看小叮当，喜欢大熊向小叮当撒娇的样子，喜欢叮当、大熊、静香、季安和小夫的友谊，更喜欢小叮当天马行空、创意无边的道具，满满的回忆百看不厌。其实 JJ 家还蛮多小叮当的用品，背包名牌、宝宝叮当衣、小叮当三轮车、名字贴、时光机玩具、宝宝枕头抱枕、小叮当车、小叮当馒头，还有一个是小叮当尿斗。谢谢大家送 JJ 的礼物哦，热烈欢迎 JJ 的好朋友姐姐姐姐，快带我们去看看你的小叮当玩具吧。 Go 紫蜻蜓，这是故事中第一个出现的道具，使用率相当高。使用竹蜻蜓需要经过一定的练习才能驾驭得好，能够以时速80公里连续在空中飞行8小时。我是可爱的小叮当，看看我的牙，站在铃铛吸铁上跳一跳。哎，竹蜻蜓出现了，哈哈。时光机，首先会经由书桌抽屉进入时光隧道，再驾时光机穿梭到想去的地方。空气炮，这是小叮当常用的道具之一，他的手上好碰就会发射出无形空气攻击敌人。录音门，打开这扇门就能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大熊要去找静香玩了，等下见咯。小叮当最喜欢的猫，来来来，我喜欢你，我们一起玩吧。不要走耶、我们做好朋友了。小叮当和铁粉用笔把铁粉推到小叮当的五官，变变变，小叮当来了。